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加持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88面，对第一行看起，为摩经加上所闻，闻法眼精进，修行亦法眼。大乘也发愿，小乘发愿也初故，见四地法名发愿。大乘发愿初地，别教得真无生法，故闻发愿。别教初地，就是原教的初住。因此经之修行发愿经，如经行法发愿经者，即有六果、初果，由净业所闻，见四真谛，明净发愿。阿那含是修行四果中之第三果，诸老已尽。心地解脱，如《维摩经》文：“八千比丘不受诸法，脑筋易解，调功自悟。”调功是精调大师，脑筋者98结脑即真果，易地解脱，成阿罗汉，是。知烦恼等尽，心意解脱，证阿罗汉之果。可见经中发愿经，入诸老已尽，君子成文成。当时咧讲这个修行，头前的这段经文。修行对初果到四果，讲因的这个的境界，这是世尊啊。世尊刚经到最后的一段，天人世间。有满两千，若有他亦众生，愿离定果得法眼净，净初果的，净修行初果的，有遮侪人。当然毋是这地球，地球到今仔日才70亿人，啊，这地呢？即地有12000，若有他业，这个数字啊就非常大咯。这是指什么所在呢？至少也是咧指娑婆世界啊。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伊啊老大人度化众生的地区。这个地区是3000大千世界。是啊，一个3000大千世界，3000呢，伊是以须弥山为中心，这是一个大的星系。伫过去，确实有真侪人拢误会了，认为单位世界呢是一个太阳系。五两路技术是有科学的，
啊，阮见面的时阵，伊就提出这个问题，伊讲单位世界唔是太阳系，形象讲啊真明白啊，这个啊星系中心就是啊苏米山。太阳是随着苏米山的这个山腰，这当中是这个在咧旋转。要这个讲法呢，但是世界应该是银河系，银河系中心现在科学家发现是一个真大的活动。就是佛经上讲的苏米山，这个活动的能力非常强大，连光线拢会吸入去啊！有这大的吸引力，每年呢都好是温和对嘴，这些天文现象也真难得的去拄着，大概都哎呀，两万多年。在拄着一摆，银河的中心，太阳的当中，地球排做一条直线。这是玛雅古早时阵玛雅人的中历，观察到呀。伊迄时阵也无仪器。所以因对天文非常的熟啊，而且观测啊啊非常精密。这是一个周期性，这个单位是一个银河系，这个小天世界是一千个银河系，佮用这个一千个银河系为单位。小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中千世界，佮以中千世界为单位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，因为伊有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所以佮叫做三千大千世界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大千世界。也有偌济温和系呢？一千乘一千，佮乘一千，十亿啊！十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伊教法的所在，遮大。如果对遮大个银河系来看，这数字也无大，遮一万两千左右他亿众生。你发眼睛就是种草果，听佛讲这部经，因就种许多万果。二十亿个众生，二十亿就少咯，少真多啊！你阿那含果啊，啊阿那含是三果，小乘三果，六千八百比丘，如老已经心得解脱。这是正阿罗汉，可见的愈气气呢，这人数就愈少了，正错过的人太侪太侪了。这是文经学义第一段成功修行啊。下面。有一个问答啊，嘛是古人呢。人们文殊大乘无上经典，为何得修行发愿呢？静雅所闻，静雅是随调的人，为万法师啊。甲咱当今初祖伫庐山开净土宗第一个法师，
那个叫初祖，名字完全同款，伊嘛叫做慧远，伊是隋朝的人，所以伫坟门的内面啊，该称作是啊小慧远。你只要看到小慧远呢，都是称净影法师啊，净影是寺庙。伊老大人一生都是净影寺。有人对伊个尊称，无称伊个名，啊，无称伊个字，称伊啊所居住个所在，净影，称净影法师，这是称呼个当中啊最恭敬个。观光法师讲啊，修行众生，闻说。所不会恶果言，听释迦牟尼佛讲经，说明六道三界六道，六道是秽土啊。这内面的众生非常的苦啊，三苦八苦，拢是对这地区讲的。你若是真正明白咯，深心厌离啊，无想伫这所在，搁再留落来咯。会当离开未？会啊，离开了，六道就生四性法界。四性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，甲叫世界方便又有土相当啊。你看叫做世界有反省动机土，有方便又有土。反省动机土是六道，但是叫做世界只有两道，其他四道拢无，无五鬼、地狱、众生，也无阿修罗。叫做世界动机土只有人甲天，只有两道，这是甲其他的世界无同款的所在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成就啊！法愿，法愿在兑现啊！你法愿了后，用五劫的时间修行，每一个愿拢兑现，所以叫做世间转来呢，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五劫修行功德之所成就的，是安尼来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咱这世界有无？有啊。一个人如果若修顺仙，心地顺境顺仙，这个人将来升天，那个天上生外境界嘛，无需要设计啊。啊，无人时间突然变现出来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顺境顺仙，功德是所成就，就是化乐天，他化自在天，同款的一个道理。你要做五逆十恶呢？啊，你的心地，个你的行为，从恶到逆处，那个恶也会变现，这个恶业成就。变现什么呢？变现无间地狱啊！地狱嘛是化身的，是你家己业力变现出来，无人设计，也无人啊去建造，伊甲阎罗王无关系，佛菩萨嘛无关系啊，
跟上帝嘛无关系，是你家己不善业所变现出来。这款代志啊，在咱这个世间呢，天堂地狱如是极乐世界成就，那就唔免怀疑咯。伊也是真世大愿呐，来行功德之所成就的。所以修行知影讲遇到的状况，三苦八苦，无愿意伫即内底阁受苦咯，阁再轮回啊！伊听到即个经，因为伊的心量并无大，会当离开六道啊，伊就真满意；离开六道就真满意了。伊脱离六道轮回，生到四圣法界，是这款代志。言行亦稳，众文啊，诸方为恶可言，各地声闻之果。因那所证到的是声闻小果。咱去看下面的一段，下面的一段是大乘得益。大乘甲小乘实际上心量无同，基础也无同。大乘的心量大，基础过万，所以啊，得到的利益就无同咯。咱呐看经文，四十亿菩萨，无无上菩提，住不退转。一方是功德利诸庄严，这是得不退转的菩萨。这个不退转是阿维瓦底菩萨，是华严经上初住以上，一直啊到顶觉，仍旧不退转。下面这段，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念，四万亿能由他逼迁众生，无上菩提微经法义，金树初发，众诸贤君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，该当往生彼如来土。各有异方诸地生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啊，咱净宗这十几年来，皈依三宝，皈依经顶面的法名，拢用妙音。妙音就是最佳来。佛甲咱大家受记。但这个世界众生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在那边修行成佛了，到他方世界去实现成佛度众生，拢称为妙音如来。妙音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意思是念佛成佛的。所以现在咱的皈依经顶面呐，啊，拢嘛是用妙音，因果相符。现在是妙音居士，将来是妙音如来。这个法名是对家来呀、啊。啊，咱来看两类主盖，右端右边这段经文，正知文化。做地之大乘法印啊，这大乘观行的啊，甲头前是无同款啊，不退转。所修之功德，乾坤如精如尽，伊啊就尽无退啊，不经退息转变，伊啊未退心，伊啊未改变。
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哎，怎样？世尊为咱所宣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《金刚经》顶面讲啊真明白，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，一定爱记哩。啊，咱伫《华严经》中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这是做一个上定性的表演啊。五十三位善知识，拢是孤佛再来啊。法身大师因表演互咱看呀，表演什么呢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拢嘛是行菩萨道呀，拢是伫咧学大方功夫华严，伫咧学完整的生活上，也日常生活善行。是佛法，你只要你佛的境界，无强不是佛法。不善呢，马上是佛法。你看圣列婆罗门的五七，这贪嗔痴咯，伊啊行五七，甘罗黑王尘灰呀，还说弥陀路的音乐。一些记录，多些行业拢嘛是菩萨道啊！啊，咱这知影，大乘法的对讲，多些法唔是佛法呢？法法该是佛法啦。问题就是讲伫你的这一切法当中。真正做到了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哎，用你袂用你啊！这个境界来对，心是清净一面，心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啊！啊，清净心是智慧，何况清净平等觉。所以啊，一切代志，无论什么代志，大事小事，你私人的代志，或者是社会大众的代志，拢会当处得完完满满，尽善尽美啊！这都是佛法啦。如果那不是讲这款的境界，咱学要创什么呢？啊，到达这个境界，这是叫做圆林说法，无法不圆啊，圆修圆净啊，佛法圆了。现在人讲圆恶圆用啊，法法法法，不是啊，一般人会当想象会到呀。你若去敦煌，敦煌我无去过，我看了一寡相片。敦煌的石窟内面，即个贵位的啊雕塑啊，释迦牟尼佛伫迄地咧讲经说法，大众听经。空中是啥物呢？空中是天鸽啊，天女伫遐咧唱歌，啊，伫咧舞蹈啊，供养大众。这是大乘啊！你讲这发挥偌庄严、偌圆满啊！啊，咱伫历史上看到的汉朝的马融，大概都是学到这套啊。马融上课时阵，伊有一个玻璃啊，
玻璃后面是因刀刺的这乐队，啊，内面是伫咧伫弹琴，伫咧演奏啊。伊一面欣赏啊，一面咧教学。啊，真正得到这个马勇军团的，就是田贤。田贤伫马勇的麾下啊，三年啊，也一心听讲学习。我后面遐查某囡啊，伫遐伫演奏咧，伊将来都唔啊去甲看一下啊，一路路不懂啊。所以马勇心内有数。伊讲过，这个一生的学问啊，这个囡仔拢学起了，而且伊估计这个学生将来会超过伊啊。伊心内要有嫉妒心，啊，无希望阁有人会超过伊啊。这个老师啊，啊，老师尊心不先呐、啊，想要害伊啊，要整伊啊。不过田贤真聪明，真有智慧，伊嘛看会出来。伊啊，结业了，学生了离开，老师带着同学，一班华人，十里登顶为田贤践行。每一人敬三杯酒，三百八个故事是对家来啊。灌了田贤三百杯酒，酒醉了，当然伊就不省人事，这是好个正义啊！无想到田贤三百杯酒啉落去了后，小小的礼节都未失去，真正是海量啊！所以李老师教阮讲这个故事啊，人人拢会亲像田贤的这种酒量呢啊，释迦牟尼佛无啉酒，一条都唔免咯。也未啉醉啊！酒是属于掠界啊，伊毋是性罪，伊是啊风犯理犯罪。亲像天空城迄个海量来讲，即条戒律就毋免用咯。所以啊，伊啊离开咯，离开时阵伊行诶路线，大家拢知影，半途当中伊改路了，行小路走去了。聪明啊，真正超过老师啊！伊个字叫做空行，真个啊，田空行啊，伊个名字叫贤，田贤，汉朝的大儒，现在十三经的著书，三礼、九礼、二礼、礼记是伊注解。啊、所以烦恼习气真正歹断啊，真正现前的时阵真正会起作用啦、啊。迄、那个时阵，佛法也未来到中国，啊，咱个想看卖，佛家时阵。啊，有这么多这个啊案例啊，咱看下面的文，伊啊未退信，伊未改变，退信、退心、改变，这个事呢不胜枚举啊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咱啊拄到这个，都要用平常心去甲看待。
那为什么呢？知影众生的六道轮回的时间太长太长了，阿赖耶里面的习气啊，真深。那不是真正有功夫的人，真正有大心的人，就是菩提心。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未退转，但是真发心的人少啊。发菩提心，那就是发心为一切众生，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啊。这是真正菩提心，无家己咯，也有家己的名闻利用，那都不是菩提心。菩提心一定是无我啊，金刚经上讲的啊，树上婆罗，树间婆罗，这是真正菩提心。破树上也未用，哎呀，破树间，修行殊途玩得破树上，破树间是初诸菩萨，华严经的初诸菩萨啦、啊。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受者见。有标坤行修习，如念佛不退，坤行不退定。有不退转，即凡物之阿弥陀地。本经内面讲的阿弥陀地。是同一个名词，翻译是无同，音拢真接近。阿维瓦提、阿比瓦提，本经中文主不提转，下佛文啊，的不提念，根据同一，就是啊，说明这个文字的来处啊，就是阿林基老基师。修心因心、啊、因为是汇集，不是翻译。汇集一定要用人意的原文，未使改动。改动啊，你就错了，未使改动的。所以呢，这句是对对来的，是对同一里面来的。只有唯一呢，唯一就是空间开这本，这。知文的不退转，伊啊讲较简单，正啊书说话啊，就是啊小会话的语说，不能受经语说，大乘众生闻弥陀威德功德，听到释迦牟尼佛的这摆法会里面。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，听了有所感动，坚信愿求，下定决心咯，我要求生净土，我想要亲近弥陀。过地不退啊，有命精进，伊也不退转咯。文处多业，罪恶最多，名世祖宗。下面佫讲，下面是念老的解释，解为文明求生，志愿坚决，固地不退。罪恶利他，发大誓愿，普度众生。四方誓愿内底所讲的，众生无边誓愿多。就是啊，知即愿，故名弘誓功德以祖宗严也。明誓祖宗啊，这四字就是故名弘誓功德以祖宗严。金经故同一，为祖不退转。含义小亲，但不妨乃因净压缩以至其中之初步者，
因为阿育陀地菩萨有41个阶级，对于初住到顶阶都叫阿育陀地。回愿所来的意思是比较较浅，是诸菩萨同一个这个德不退念，这个意思比较较深。那就是十地菩萨，但是咧，拢总讲会通啊，意思啊，拢包含伫即内底。下面讲不退念，这是有25亿众生伫不退念，念者，什么叫念？大乘已将告。教就是地教观，大乘已将地教观里面讲的，慧心安化，明之为念，智慧，不是烦恼，不是分别，不是执着，是自性本具的智慧，由12亿无法实相，安住为念。这个、大乘义种，头前是第九观，这是第11观啊。有这两句，无法实相，法一切法。慧能大师开悟时阵，甲咱讲。好奇自性，人生万法，这个法都是万法。而在一切法里面，看的是相，个心安住的是相顶面，这叫念。念有承认的意思，肯定的意思。那实相是什么？是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无所有，毕竟空。一切法的真相是不可得啦。大佛这经常所讲的一切法无所有啊，毕竟空啊，不可得啦。这是真相。啊，咱这几年看到。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我是在法愿诸林第八观最后的一段，这个对话，法愿诸林第八观最后一段，所以去看卖就看到。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：心有所念。还有心来动着念头，归念归想摄呀，这个未问这个念嘛，能感觉到有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来都有归念，有归想，有归摄。弥勒菩萨回答讲：一旦自性，这一旦自有32亿别千念。并且是单位10万啊，32个乘10万，320条，这一单子320条。慧能大师所讲的人生万法啦，这一单子就是320条。念念性行，行界有色，色色个念极微细不可啊，执持啊，你无办法抓到啊。为什么一存在时间，那要用现在用秒来做单位来讲呢？是1600条分之1秒，
你要怎麼把他抓到呢？也不丢啊，所以叫不可及时啊，是真有不是无啊。这来就很清楚啊，很讲价咯，八地以上都会看到。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顶格、庙格，这个的位置拢总拢会看到。你看到什么？蝴蝶的起源啊，万花的起源啊，甲咱生命的起源，当时拢袂当讲是一刹那。一刹那太长了，佛经上讲的一点讲得真好。当初啊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这佛的灵验上讲的，这是实相。你会当把心啊安住在这顶面不动了，就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了，叫做念。要定住啊！这这是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啊。譬如无生法念，一切法啦、啊，本来不生，本来不灭的，你说太紧了，生灭很些东西的。有生灭，有生灭啦、啊，哪个无生灭？讲无生无灭啊，这话敢是叫废话呢？真正有生灭啊，不是无生灭啊，真有生灭。但这生灭你无办法去掌握到啊，你看不出伊个有生灭，一个煞一个。前念灭，后念立刻就生，你完全无办法去抓掉呀。把第一上的定功者。会看清楚，看明白，所以科学铁学卖去学啊！你本身就是具足完满的科学甲铁学啦。无伫外面啊，外面发现拢嘛是小夸物件、小夸代志啊，不足以多呀。真正究竟完满的科学铁学。是在你的自性当中，不在外口。古地多论，是为安住无生不生之无生之法理，你不动心者，就叫做念嘛。各个念者即安念嘛，唯有你决定，你不移动之念也。存处可知，不退念者即安住有不退之理，你不移动之念，是即念念皆无退转。应相当有三种不退之念不退，这三种不退就是啊，位不退，所修的位处未退转，修行殊途环就会得到了位不退啊。第二行不退，有啊所修之行法不退实，就是菩萨啦。菩萨会退转到修行，修行是会退心吗？换了什么呢？众生太懒惰了，不听话啊！度众生太辛苦了，你退心不爱做了，我退到修行，不会做菩萨，菩萨太辛苦了，会退到理行。所以这行不退是菩萨啦，念不退呢，啊，这就管了念念，就是讲弥勒菩萨讲的，迄个弥舍一念，念念不退，这是啊，发心大事，念念不退，
就是咱中国啊，禅宗所讲的啊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见性成佛，就是这个境界。这是发心菩萨，无念不退，这叫做三不退啊。观经妙中超，妙中超是地价大师祖的天台宗的。六普见师名为不退，实际上普见师都不退转了，普见师是阿罗汉，这也是为不退。这应不是超凡之位啊，就只用超出有凡夫啊之加油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下面括号解释个真清楚，福断林沙明行不退，这应不是菩萨之行，伊未退到离行。六破无明，明念不退。破无明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就不是中道正念。这款人呢，生西方叫做世界，是生十不庄严土啊。所以生十不庄严土，叫完整三不退啊，完完整着了。这发心大师，今现在啊，经常讲呀。不退念者，即安住有实相之理，念念不移啊！这应是念不退啊！念不退就是发心菩萨，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的主庄严，这相当于行不退。本经菩萨根基不移啦，文化之业主有差殊啊，这解释个真好。听众根性无同，同款拢是听佛说法，得一个下啊，拢无同款啦。根基较高的，得大利益，得念不退；根基薄的，嘛一旦得位不退。这是的不退转菩萨金树初发发菩提心呀，极其无发的菩提心，现在一个听到这个经发菩提心咯，发心比经理不别，如是理心生心难，这两句呢我的经典上也有讲过，祖师大德应用的特别较多。故一切经中有发菩提心之人数，拢大师特殊啊。如是菩萨即发大心，复兴众生，众生的即地，咱会使安尼先讲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都是行众善，因为念佛是善中之善，无比这个更加善的。愿生极乐，各君弟往生见佛，何有诸方善修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这定是给咱受记啊。咱将来来祈祷，叫世界成佛，拢叫妙音如来。我是读经读到这所在，是伫美国，有一摆时阵，一下都来有一百外人来皈依，我要呼唤名是袂呼咯，我就想着经商，咱用这共名咯，这个东明妙音如来的时阵啊，咱现在就是东明妙音居士咯。那妙音就是对家来啊，
所以啊，这个名不是我好的，是卡摩牛给咱好的啊。啊，那各看下面，下面呢这段呢，就是普济十方，真正是给咱受记了。好有十方佛刹，就现在生，及未来生，见阿弥陀佛者，各有八万古迹，若有他人，得受记法印，成无上菩提。彼诸有情，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，故得往生啊，极乐世界啊。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小段，头前一段受记法印，后面的一段誓愿得成啊，这一生中跟阿弥陀佛结的有缘，这是誓愿往生的啊。普明十方，故言众生，未当讲无言呐、啊。爱个一切众生皆言呐、啊，皆发言。好的受记忆啊！阿弥陀佛成佛了，凡是个阿弥陀佛，就是有缘的众生。有缘听到这部经，好让给你受记啊！第一节回向，释迦牟尼佛代表阿弥陀佛，加大家受记。咱今仔伫这地拄到这部经，咱宿舍甲阿弥陀佛有缘，因那里佛伫这地来受记。有咱在来啊，咱无在我，所以是非常的亲切啦、啊。有名十方，普愿众生普得受记业，大家拢普遍拢得到受记咯。佛啊，对众生。受东来生活之际，这受记法印，成无上菩提。成无上菩提就是生活，这是受东来生活之际。明受记，这就有四种。第一呢，依法菩提心受记。第二呢，依法菩提心受记；第三，闻何受记？他人得闻，当人不知。第四是现前受记。四种，无论是多一种，你得到一种，改名受记啊。得受记啊，法印。得受记意思，甲头前讲的是同款的啊。法印者。啊，即弥陀第四十八愿中之三念，为一，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念，也就是文经所讲的啊，音响念、流顺念、无生法念，这佛受记正立无生，生无上正觉。如是之人，故闻得受记法印，成无上菩提。该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，如董业文八万业，若有他众生得受记法印，成无上菩提。即句董业的经文来对。咱来记哩，咱今仔日这一回
嘛在其中。咱啊，今仔日所有的大众缘分就特别的深，咱拢伫咧修机啊之中啊。啊，这四种的修机内面也有一种，就是第一种弥花菩提心修机。这句较听无啊，这里面哪像无看到注解在讲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所有一切众生受记咯。伊老大人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这就是拢受记咯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啦，这话啊，拢是佛的大经上讲的啊，这是弥法菩提心受记啊，全部拢是，无这唔是，讲的是真话，唔是假话。啊，咱中国圣人啊，非常了不起啊，虽然无讲佛，但是咱的老祖宗讲啊，人性本善啊。这嘛是甲咱所有的人啊，拢啊受记啊。人性本善啊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这个善就是佛讲的成佛，是佛。照中国人咧讲，圣人、贤人，大家人拢是圣人，大家人拢是贤人。你看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是同款的啊，但是习性都不同咯。本性本善啊，习性不善，因此教育就非常的重要。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族群，在这点拢比袂着中国。中国的千万年前啊，老祖宗就知影咯，所以中国人是最重视教育的啊。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方法，千万年来啊，有教育经验，有教育效果，全世界找无第二家。文理发明只有4500年，唔，第时阵发明诶，袂当讲无文理啊，就是啊，无文化，即讲袂通。无文理有文化，啊，印度教前身啊，都是啊，婆罗门教。婆罗门教的历史，因啊，甲我讲呀，我甲因往来，有一万3000年，我就想讲，咱中国传统文化绝对啊，唔止一万三千年，至少嘛，甲因同款，未比因较少。你甲想看卖，无文理是口传呐、啊，世代相传。中国文化精髓就是四行四科：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这四科呢，传十万年嘛未去传错，也因为太简单咯。五伦22，敢会传错呢？夫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忠友有事，朋友有信。我相信传十万年拢未传错，唔免记个啊。啊，我想到五字啊，仁义礼智信，你看敢会错呢？四维礼义廉耻，八德啊，孝悌忠信，你来和平，敢会传错呢？孔老夫子啊，即个古人所传的啊，即用文字甲写起来，变作一本书啊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纲领，四书啊，13经啊，无离开伊啊。
乃至乾隆所编的四口专书也不离开啊。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这物件完全来落实呢，都是大同之地啊。在中国是献祭啊，那不是理想啊，已把做到了。如对后代慢慢的啊，形成了自私自利，对自私自利就形成了这个文约啊，道德就向下坠落了。所以都是利后有德，德是利后有人，人失去了利后有义，义失去了利后有利，利那是失去了天下大乱咯。这个人讲呢，一点啊拢无错。民国成立，完成亡国，但内部爱咯，所以造成今仔的社会，造成今仔地球上问题。你无了，你恢复啊！现在大家拢想讲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，安怎恢复呢？你恢复多个点太悬，绝对袂讲有成就的啊！哎，恢复你，你恢复恢复二，二恢复再恢复零，零恢复再恢复点，再恢复多，哎，一波一波的。顺数渐进啊！咱今天把礼扯回来，礼就是佛家讲的戒律啦，就是规矩。做人要有人的规矩，像一个人的模样啊。儒释道的三君都是属礼，儒家的弟子规，那是啊礼君啊，无弟子规哪有礼啊？无咯，道家的君，甲名片，因果的君啦、啊，还知影有因果。佛家的君，十善业道，啊，咱努力咧做啊，真正到三个君会当普及到世界，能够普世教育啊，是。教育若展开，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。至少在三代以后啊，这讲紧的啊。如果若较慢一点，应该是五代。哇，即过来讲，一百年了后，到一百二十年了后。即看到效果，啊，咱节节水提啊，也是慢慢提升，一个提升是无可能啊。你甲看，但无祖师来中国来传禅宗，因母地无认识伊啊。明武帝虽然是佛门的大护法，伊对佛教并无真正认识，你修的是福德啊，伊唔知功德啊，对佛教做了未少代志，建寺庙，拢是有规模的寺庙，四百八十座啊。用国家的力量，多出家人十外万人，所以真自豪，认为伊家己功德真大。达摩祖师来向达摩祖师夸耀，我对佛门做这么多代志，我的功德啊有大无？达摩祖师啊真老实啊，回一句话讲啊，并无功德，伊就听这句话就受气了。上课了，没不过来讲上照了。
啊，如果伊若讲我诶福报有大无，那么祖师一定讲真大真大。伊说诶是福报，为什着相啊？着相就变作福报，理想是功德。伊着相伊个咩邀功啊？所以伊是啊福报啊，毋是功德啊。伊死了后，唔是会去叫世界，大概去多利天。伊啊，修个福报，就会当去多利天啦、啊。啊，功德跟福德是有差别的，思想无差别，心想有差别。这是利一切相，这个是着相啊。所以啊，咱甲阿弥陀佛作势有缘呐、啊，这一生个度掉了，今仔日即地拢总得受记了。彼无量寿佛，悉行菩萨道时，行舍幽静，悉界啊，东胜极乐世界啊。换一句话讲。咱呐，今仔日受记的这些同修，该同生叫做世界啊，一个都拢未老去，所以要看清楚，该同生啊，你当然是往生，什么时阵不一定啊，有早啊，有慢。如果你以这个经教去奉行，依教奉行，你这一生就会得生。如果对这个世间还够留恋，还无想要去呢，那就来生后世咯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弥发菩提心，受记啊！咱阁看下面的文，该一切法从因缘生，如是众生，过去生中，得有因地种子，弥陀上德，亲蒙教诲，成就善根，现来无上殊胜之显缘。这不是阿弥陀佛成佛的，因为叫世界这因地啊，老早过早了。对于这部经上，释迦牟尼佛给咱介绍叫做世界历史啊，啊，等个历史呢，佫较远就免讲了。只对于发四十八愿，这世来讲起，伊是一个国王，当时世间自在王主事，听佛讲经说法，真有感动啊！下去王位就给了发众比丘啊，这个王叫释了王，但呐听到这个名字，伊在你这个国家应该是大同之地，非常难得啊。出家了后发四十八愿，发愿了后。五戒修行，叫做世界成就，然后咧到现在十戒，加上修行五戒，十五戒以前啊，弥陀因地啊，今日咱看到讲，甲因地中弥陀上帝
应该就是十五劫以前咯。咱个阿弥陀佛，也把去度掉个呀，也把个个缘呐。上帝就是小度掉，亲蒙教诲。伊迄个时阵是一个修行人，先谢贤君，咱贤君是对迄个时阵。整落去的经济啊，现在成熟了。今来无上殊胜之圣言，咱叫成熟。今来你有缘听到这部经，知影阿弥陀佛的故事，深深有感。法藏比丘当年发愿四十八愿，愿愿拢是为众生，无为家己的。五戒修行，功德圆满，成就极乐世界。这是伊一个大愿望。叫世界成就，接引十方修习有缘的这些人啊，拢种啊，拢祈祷啊，叫做世界啊，听伊讲经教学，伊也伫叫做世界教学，唔捌中断的啊。啊，那现在怎样咯？叫做世界人的生活状况，每天拢在学习啊。因为生到叫做世界，即使是反省动机土，你着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拢总该做阿弥陀佛菩萨啦。反省动机土，下下必往生呢。马是阿弥陀佛菩萨，这不得了啊！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这经，无安尼讲过啊，只有叫做世界。你着的心是发性心，故作的世界是发性土啊。跟人家世界完全无共，人家是发相。注意，那是深入大乘就会了解，发性跟发相无同，发性是真呢，发相是假。发相安怎呢？刹那刹那拢在变化，这是弥勒菩萨所讲的。一旦只有偌侪摆变化呢？三百二十雕出的变化，一秒钟偌侪变化呢？一千六百雕的变化。这是发相啊，发性呢？发性无变化，无变化就是真呢。那个以真发界，叫做世界是以真发界。人生到迄个所在去化性啊，唔是对细汉慢慢才大汉呢，对细汉慢慢大汉呢，伊就有变化咯。所以生到叫做世界，迄个心跟阿弥陀的心是同款，完全同款。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叫做世界是平等世界，每个人相貌都同款。那寿命无量，相貌未变，就是迄个世界无生老病死，也是化生啊。无生老病死啊，花草树木植物无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无生住坏空，拢总无啊。所以称作于真法界啊。
啊，去到迄地咧，学习无中断，行住坐卧拢总咧学习。阿弥陀佛啊，恭敬无中断。啊，人生第一乐事就是学习啊。论语头一句话讲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最快乐的代志就是学习啊。啊，讲学习的环境呢，伫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阿弥陀佛第一。这那是释迦牟尼佛给咱介绍的，十方诸佛拢赞叹。换一句话讲，十方佛拢同意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这敢会有错呢？佛是咱个弥陀啊，宿世是有缘啊，咱这一生啊啊决定往生。那下定这决心，伊知影，那咱往生的时阵，伊肯定来接应。啊，咱呐，一丝好都唔能遗惜，遗惜你都有杂念，你信心失去了，你都会退转。阿弥陀想要来接你，拢接未到啊！这点比什么都较重要，坚定信心，不退不变。由于学习修教一面，经将文啊、记书啊、将书成文啊，如是正书正文，一日不息心田，决定不消，是为无相殊胜之善因。这个善因，咱每一个人拢嘛有，阿弥陀。甲阮讲完，成就境界，不是因缘故续，望佛威力啊，摄受，故得往生极乐世界。可见极乐世界菩萨、声闻、天人，故盖无量劫，尽表弥陀因地有无量劫。有生死海中教化摄受六道众生是无量也。这个教化六道是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六道众生，弥陀因地发生平等，不是度一个世界，而是要度尽变化界、虚空界。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苦难众生，发的是这个愿，今仔日成就了。然后今日如此妙法，令闻令信，是彼弥陀有往劫中啊，过去啊劫中，对着我有泥泥之中。你那是地界啊，可能是咱对着地界，阿弥陀佛都会来照顾咱啊。教会我有黑铁之类，立修不暇，宽道不休，不屑强论转无六道啊。这是啊。无量的悲心啊，无尽的慈悲啊，咱应该知影，佛啊，对咱的是啊，无量、无边、无尽的恩德啊，低温再不温啊，俺唔知啊，不温，伊是不低温啊。会对咱的温度偌大？
生生世世无离开咱，时时刻刻拢伫咧照顾咱。但若我回心有一念，一念是什么？一念是无念，一念就是本性，一念就是自性，一念就是成佛啦。闻得无极啊，这是诸佛如来的本心。一念不假是凡夫，一念假是成佛。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，是1600条分之1秒的这个一念。这个一念只要不动，就圆满了。闻得无极，为得无穷，为我为是善根。但无知呀，唔知呀，唔知闻，呀，对咱的慈悲，对咱的爱护，对咱的照顾，对咱的帮助，父母都拢比袂着。今行行欲精进，诸邪之处不禁为灵啊！一句一句话是黄念老所讲的啊。这一生有行，行欲精进，有这缘分来注解这部经。注释到这地呢，感动个老百姓啊！黄念老真正知影佛恩啊，知影佛恩，才知影报恩。看花最后这段，你是3000大千世界，六种震动，并现种种已有心变，宏大光明，普照十方，复有诸天有虚空中，众妙音乐，出随喜声，乃至啊。世界诸天，世界德文，他们经有无量妙法，纷纷离降。尊者阿难，弥勒菩萨及诸菩萨，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咱来看念老的注释。有这个右边这段经文，这是天地的相随啊，也就是讲，咱人心感动了，山河大地感动了，诸天。啊，天神嘛感动咯，就比较发挥啊，圆满复现其水啊，水上现前啊，本经现水，其现四分。复现正宗，有流通，
今天出经是为初仙、中仙、有仙满地玩玩。释迦牟尼佛讲经不随相，但是十分正宗流通拢现随相的真少，多半是伫个正宗分内底有随相。这种的随相呢，是甲花严同款。花严经书经流通拢现随相。文经亦何如是？太不容易了，太难得了。名录甲咱点出来了，初是属分，随相仙啊，中是正宗分，又是流通分啊。这个三仙天是满地圆满，如四分大高烟气品，世尊威光赫赫，如容金珠，宏大光明，数千百变，公然巍巍，不差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有，如是之水应清啊，积水。以色所理由呀，阿难甲大众过去毋捌看过即款的随相，啊，现其随啊，一定啊是咧讲积德之法，不利众生，正宗分中。礼佛献贡品，既见弥陀如黄金山，高出海面，福闻十方，称扬赞叹阿弥陀佛。弥陀掌中奉公，一切佛国世界明显，如是啊，之水正是之水。这是在正宗分内底看到的啊，已有难逢啊！我有流通分中，即大地震动，即六种震动，浮现种种已有新变，光明普照，天下盈空，天花分降啊！英文已有新变，古今所现亦是其随。在这部经上，咱看到三拜积德的随相，证明法门积德，大经积德。持名念佛的功德啊，积德，往生净土，一生决定成佛，这是积德啊。往生极乐世界是一生成佛，就是这一生。咱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主要会记哩，唔是死则去的。你是你开阿未灯，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应你啊，甲大众讲，佛来接应，我要来去了，身体单调无碍了，是安尼去的啊，我就去的啊。
所以东升成就的佛法啦，先到叫做世界无量寿，迄、那个无量是无量的无量，寿命偌长呢？《环境上讲的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是伫叫做世界修行，毕业了就真正无量。无量无量，比较什么高位呢？华严经上的妙觉高位啊，比顶界更加高啊，妙觉如来啊，真正是无量咯。对无量的无量，达到啊，无量的无量，是真无量寿啊，不是假。对咱现在的开始。所以真正听有听明白了，啥人未心善，啥人无咧想呢？现在世界真乱啊，在那遮多，什么所在安全？叫做世界上该安全？为什么安全？叫做世界无一个人是有歹心的人。人人啊，拢是好人啊，事事拢是好事啊。我哋经常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上生，叫做世界无恶念，一个恶念都无。自古阿弥陀佛，善中之善啊。每一个人拢是念佛求往生。自心真诚心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啊，咱念会用呢？咱念未用，为什么？咱的心无清气啊！念一句好好来对，有杂念侵入去，一个杂念都无了。即句佛号会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就是讲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啦，一点啊都无假。啊，这是咱的。修净土宗的同学，甲阿弥陀佛，就是有缘的同学，应该爱知影，应该爱珍惜啊！我什么时候往生？这一生决定了往生。以前我真侪摆拄到的，拢是因循果请所福咯，即是爱。动真咯，决定啊，往生，相信咱家己甲阿弥陀佛，确实缘真深。对第一次甲阿弥陀佛结缘以来，生生世世，无论咱伫倒一倒，弥陀拢伫咱身边。时时照顾，时时帮助，咱家己唔知呀，是真诶，唔是假呀？所以这一世会拄到这部经典，太不容易了。你若无仔细去想看卖，你唔知呀。无量寿经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多处宣讲，所以版本就真多。而且每一摆讲的内底内容无同款，
还流传到中国来，一共十二拜翻译，都是十二个经本，无同的经本，可惜失传一种了。现在保存下来只有五种，收在大藏经内底。但是这五种里面出入真大，说明讲唔是一拜讲，一拜讲翻译都未讲有这大的出入，总是大同小异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，从来都无讲过第二遍。啊，这个出入最大的是原文。五种经本内底两种是四十八愿，两种是二十四愿，宋朝翻译的一种是三十六愿。翻译啊，绝对袂当安尼先翻。也可见是一定是原本是安尼，然后原本是同款，原文的数字无可能会变动呀。这三种无同，就说明我至少是三拜宣讲。有七种版本啊，失传的无看到，所以可能讲啊，三拜以上啊。世尊都出宣讲，说明讲这个法门重要，这个法门会普度众生，令众生确确实实得到现前的啊真实的利益啊。这个、利益你马上就会得到。所以就有回执的必要了。五种经本啊，做一个读难啊，真歹念。宋朝时阵啊，洪亮书记师就想要来汇集，伊汇集本《日本大正宗》有，《乾隆的隆宗》内底有，拢收入大藏经咯。这就是历代的祖师大德肯定汇集啊，是好事，无违背经教。但是伊的汇集只看到四种原译本同一个，洪亮书记师无看到这个版本。这本有一款经文啊，非常的精彩啊，是其他四种经本内底拢无的。这咱袂当讲唔知影，莲花化身同一个这本有啊，其他拢无，这太重要咯。啊，两书这本又减一本，只有一种，只有四种。所以到清朝汉末年间，也都是慈禧太后在世时阵，慈禧太后是汉皇的这个妃啊。为灭清基书做第二摆汇集，汇集这本呢？比王良书的较好，不过也阁是有缺点。初下不懂，所以民国初年，阿林基基师做第三摆汇集，三年闭关完成对本。十摆修改变成这个定本，前后用十年时间完成呀。一生的心血，你讲伊来这个世间来创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这个大代志啊。杨念做老技师一生，伊最大的代志就是集注啊。这个注解是集经论
八十三种，祖师大帝注解一百十种，集注啊，集无量寿经注解一大成，这本要去倒位找呢？有缘拄到这本呢，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，所以这本呢，在佛教的经典啊，应该都是会使称为第一经。这话不是我讲的，梅公喜老居士讲的。慧明老法师、诸州法师给因印证的，这可没有错呢。咱过来看下面，无量寿经超越十分钟，有公然积水金，讲现在能念的这品，也显出水上当地佛意表定中也，加上所谓流通现水者，敏感水正业。感嘛是感应，随上来证明文经得益啊！由净雅所闻，如来化咒，化是教化众生，就是周边法界，为精不净，因为性高，一定爱以心净，才会得到利益。如果无心净心，得不到利益。增加一切众生圣经之心，故以心力动地放光，作恶无花，众之皆为众生正信，给你做证明，让你相信，欢迎众生无经所说难信之法，应生实信，这句话是他的目标目的在这地，咱们对于这部经都要生真实的信心。尊者阿难以下净雅所闻，平说功业，告诫群机啊，大众同喜啊，大家啊拢欢喜，欢喜者。无量寿经超越发微文，以徛亚山顶经论名欢喜有三义，一说者清净啊，有诸法的主宰故，佛说的说人清净，你所说法的清净，以如实的清净法体故。清净法体是什么呢？是自性。三，以所说法啊的故清净，以令净的清净妙境界故。啊，咱依照这个经来去修学，经是标准，经是一个笑话啊，来牛咱呢。啊，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一定要依据经典的教诲。经中叫咱做，咱就去做；叫咱唔通去做，绝对唔通违反。依教奉行啊！咱阁看下面呢，敬畏大众。文弥陀观，好色啊，好色啊！尊温色尊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的大观。色尊
转述给人听。啊，诸爹大业，无适合摩特介绍，咱唔知有极乐世界，唔知有阿弥陀佛啦。啊，听到释迦牟尼佛的介绍，咱明白知影咯，何不欢喜啊？尊超义说出经者是我本师啊，释迦牟尼佛。他说：何为法王？无法自在，能证着圆满的自性。这是讲说者清净。所说之种种功德，只是一清净故。真是智慧无为法心，是乃所说法的清净也。法清净。第三，的故清净，如灵宏大师云：一一庄严。全体理性以教修持啊，行出三界，敬听不退，完成四土，究竟成佛，是乃得果境界清净也。故三种清净，闻者这无相益，是故皆待欢喜。幸好修持可闻进修奉行。阿弥要一小段，无量寿经起信论法，这是清朝编制清记述的。同学，大家拢真侪人拢知影，平济清用现在话来讲是孤干的子弟，因老爸是乾隆皇帝兵部尚书啊，就是个皇部长。这个人非常的聪明，有智慧，家庭环境真好。所以应该是较无到六关，六关是二十岁，我估计应该是十八九岁就考中进士，啊，无做官，一生无做官，专门咧做佛教，儒释道伊拢通，佛教内面专门教下，显微运用。真正是一位大德的技师，伊的著作真多啊！也讲净宗是啊，无量劫来啊，只有南方的一日，这个话就是伊讲的。那这一生拄到无量寿经。拄着净宗，伊讲这是无量劫来，已有难逢啊！你哪会去拄着呢？拄着爱认真做啊！拄着唔能轻易噶放伊去啊！啊，咱甲伊即只的文念落去啊！最近故无量寿转心。也故一切诸佛转心，这不得了了。这部经是无量寿转心，阿弥陀佛转心，嘛是一切诸佛的转心。嘛一句话讲，是究竟圆满的佛法啦，拢在这内底。这个话一旦相信，为什么随同大德有证明？注意去看梅公喜老居士的书文，你就知影了。
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无所信立，即故啊，一切佛地。一切佛的圆满智慧，拢伫这部经的顶面。所以念到的集注呢，会当集83种的经论，那是佛智佛见啊。110种的祖师大德的注解，注解会一本啊。所以啊，经是汇集，主要是汇集，真正是稀有难逢，好难度掉了。啊，度掉了，我第一拜就给伊老大人的注解印一版本流通。啊，当时在美国，伊只带一套。由因的经本，这真侪人现在唔知虾米叫由因。抗战期间真正普遍由因的经本上话，我当时看一遍，欢喜无量啊！我问伊老大人讲：“你有版权无？”伊讲无版权。我讲无版权，我就会甲你印啊！有版权，我就唔敢印啊！所以第一拜。印一万部，现在啊，这部经啊，偌济数量无办法计算啦，太侪咯，四国拢有啊，国内国外流通量真大，大概也算是第一本第一种。啊，这个经啊，我伫咧想讲，我若无好好甲伊讲一遍啊，无人会去注意到啊，惊物件太侪。人无愿意看，今仔日我家呀讲完咯，今仔是918，就是咱呐拄拄啊好600集，就是1200小时，1200小时918圆满，将感恩的功德回向予918斯里兰的军民呐、啊，哇，出这意思啊！明仔载咧，那就开讲第二遍，我再讲一遍，再讲一遍，甲我做个科判，甲回入去。大经，可主，啊，净土大经可主，主也是黄念老的注解啊。伊啊，六年时间太辛苦了，带着笔注这个经，我看到心内拢真艰苦。阮啊，晚年才拄着真正是无量欢喜啊！伫迄时阵，过来讲这个经诶啊，都、就是伊一个人。伫后啊，讲这部经嘛，是我一个人俩，所以两个人见面啊，无量诶欢喜啊！啊，我是报老人知遇之恩，感谢老人这个大恩大德啊，加持我还一切众生，咱会当去做一点点啊小事咧，也嘛是尽一份力量啊，感谢老人的恩德，感谢下路的回击。啊，五路的集注，我嘛带头过去，将近53年，讲了十几部经，因为家己固不定数，也是有薄生活，我知影。我们修学多一法门，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无一个未成就的。为什么你本来是佛啊？你看定会成就，
上怕就是学杂咯，学乱咯，学伤多啦。你的精神时间全部拢分散，成就就真难咯。所以我现在对去年开始讲这部经，每年会画偌侪年就讲偌侪部，一年讲一部，标准呢1200小时。一天四小时就要300天了，一年一步跟大家来表法啦，表一门亲力当时分修、啊、今天的、啊、这个经完完了，多谢大家。